大家好，我是吉娜的丈夫朗朗。耶！所以这时候应该一起钢琴曲是不是？哎呦！我怎么感觉这一句话出来就哭了呢？要哭了吗？吉娜，已经要哭了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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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呦，快快快！哦，这很想他，应该是。啊，可能我也有点。我觉得他的哭点是在于我是吉娜的老公朗朗，就在这儿。对，这几次旅行麻烦妻子们多多照顾他了。吉娜是一个单纯又可爱的女孩，喜欢粉粉嫩嫩少女的东西。吃肉夹馍和烤华夫饼，他和我一样很能熬夜，到现在还是德国时差。大家千万别学我们。他挺不容易的，从德国嫁到中国，学了一口东北话。在国外的时候都是他帮着翻译的，无论每次我工作到多晚，他都会帮我按摩手腕，给我拥抱。哎，哦，哇，我很庆幸遇见他，会做他坚固的后盾。再次希望这位宝藏女孩能和大家相处得开心，谢谢大家对她的关照，两个感叹号，一个笑脸。 See you all very soon。 朗朗，谢谢读着这个信，怎么这怎么感动，感动。她的反应让我很感动，谢谢。那从第一句就是我是吉娜的丈夫，就因为我觉得就听这个就很幸福。对，因为我特别能想象朗朗说这个话，他也觉得是很幸福，我就心里特别感恩。这个信我会永远在我的心里好好保存。